有陈大厨，陈老师您好。你是谁、啊？您怎么忙活上了？快，你是谁、啊？您别忙活这些。不是你谁呀、啊？你谁呀、啊？小二。哦，回家吃饭那个写微博的那个。对了，你长这么帅呢。哎呦，过奖过奖过奖。你来干嘛呀？我来给您打下手。打下手？但是我还给您带来一位高手。高手。民间高手。有多高啊？个儿不高。个儿不高。个儿不高，手艺高。手艺高。爱做饭。爱做饭。爱生活。爱生活。美丽、善良、大方。好家伙，我看谁、啊？请坐，您稍等。嗯。赵姐。哎，来嘞。来喽，赵姐。来喽，来喽。哎呦，小二，您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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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赵姐，欢迎您，都什么情况呢？陈老师，幸会，幸会啊！哟，赵姐啊，今儿您在这忙着呢。嗨，我还说着小二，这什么都会干呢，这到了半天不是这么回事，后边有一高人。他怎么还有我呢？他能干什么呀？主要伺候您二位。什么都会。您二位负责艺术创作，对，我负责切丝儿、切片儿、切段儿，什么都行。什么都会。是吗？那今天你能做什么呀？今天我要做一个糖醋的京味儿丸子。我的天哪！你现在都复古，都复古到丸子上了。就是现在都怀旧呀。哇！待会儿我做一菜，您尝尝、哦、啊，您肯定都没吃过，来吧。这是肉馅儿，这肉馅儿。这个比例啊，肥瘦是3:7。3:7啊，对。如果要是太瘦的肉馅，吃的时候容易柴。3分肥。哎，对对对，来啊，这个肉馅里呢，咱们稍微放一点点的盐。您直接用筷子打还是用手打？哎呀，用筷子，咱不用手啊。好，一个方向啊。用筷子啊，你干活啊，我指挥。这个葱姜水，咱们这要求是什么呢？这丸子吃姜不见姜，吃葱不见葱。哎，挺专业的吧，陈大厨？没错没错。来啊。一点一点往里加水，来，你来啊！哎，对，往一个方向啊！不是不是，小二小二小二是这样，打腕子，哎呦，怎么着？打馅儿可以这样的。哦，谢谢大师指导，一个方向。一个方向。行，我看这架势还真不错，你别说。没毛病，真是。这里头还得搁点这个，鼻涕。切碎。拍碎了，拍碎了啊！这几个都搁里头啊。嚯嚯！你这干活的不行，你这干活的这重了啊！我轻点，我轻点。对对，我当拍算了。你搁多少马蹄啊，赵姐？够了吗？我怎么也得搁个1/5，这五分之一，那现在就够了，给踩碎了就应该够了。好，把这都贴里头吧，都贴里头。来，我这里头呢还搁一点胡椒粉，搁胡椒粉呢去腥。你先顺着吃，完再横着切，还会断。您这乱切，哪个都没断。啊，里面有筋络，有纹络。对，马蹄还是有一点纤维素的。能学点东西，赵姐。对，确实是。差不多，因为咱们吃搁进去，咱们吃的时候要有口感，吃的时候咯吱咯吱的。这个里头呀，咱们搁马蹄也行，搁那个藕，搁藕也行，也行，搁笋粒也行，笋粒其实也行，笋粒看季节吧，嗯，得看季节。对，接着搅，然后呢，咱还得搁这个呢，淀粉。赵姐呀、啊，哎，咱今天丸子得炸呀，是不是？我先把油给你做呀，先做上油锅吧，先做上油锅，好吧？嗯，好。多来点吧，行，咱多来点、啊、因为咱炸丸子是圆的嘛，但是搁油少了成摊煎饼了不行。你看啊、这馅儿搅的到这份上，哎，这筷子能戳住，哎，妥了。那以后我搅馅儿就这标准。哎，对，你别到时候、这搅着搅着这样，对，那没标准，这就不行，你还得搅啊。我这炸丸子也挺技术的呢，这手上沾点水，完了再拿这丸子。立了，对，这样你看啊，这空着心儿，这样，哎，一挤，看了吗？哎，嚯，这丸子够个儿哈，有点实诚嘛，成吗？这不是家里吃吗？又不是在饭店，这就一家这一个是一个。小二，你来捞这个。来，小二，你也下手。啊，第一次啊，赵姐，我这真是第一次。不错不错，全端出来，一人吃五个嘛。啊，大小伙子怎么办？就是。行吧。你可以玩不同的，其实这种丸子还可以玩不同的丸子。
还可以怎么弄？那就您教教我。你可以在手里，你没它搓得圆，你可以在手里涮涮涮涮涮涮，转完了再扔。先学我的啊，先学您的。对，我先教你的。我这大小有点不太均匀。没事吧？咱自己家吃，咱自己家吃又不是。会不会形成它炸不熟？一会儿大的熟了，小的没熟，你看就散了。没没。那咱们还得复炸一遍呢啊！来，这锅够吗？够了，我觉得差不多了。这丸子啊，就是我小时候和我姥姥跟我舅舅他们学的，头春节就炸点这东西。我每次到这才那么高，我就在这里，我老在这扒着，完了等着出锅。对，像这熟了的，我有时候我舅舅这样给我一个吃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哎呀，这就在我印象里，就是那家的感觉，还是记忆的，对，没错，就是。这个再炸的油温大概要高一点，差不多得五成。我接下来还有一个步骤呢，所以呢也不用炸到100%的熟，炸到80%就可以。你还养着这样？对对对，我还行。关了。来，撒手，我来啊，您来撒手。哎呦，别乱，别乱，稳。来，我给你倒了啊。对，您给我倒了吧。奶油倒了。来，刷锅不刷锅？不刷，就要这一点那个底油啊。好 ，OK。搁一点糖，我炒一点糖色。小二，再给我拿一碗水，葱姜水吗？葱姜水就行。好，嘿，这孩子还真是挺勤快。真香这葱姜水。小二以后认干妈吧啊！我每天早上起来都给我们家闺女做饭，到时候你认干妈了以后，随时我也给你家闺女做饭。哎，不，我给你做饭，你随时上我们家。我这个是要炒一点糖色，我不放酱油啊。来，炒到大泡小泡。大泡已经起了。哇！怎么帅吗？好听，你看，特帅哈。然后把这姜放在里头。少爷做饭讲究一节奏，我一看。对，要节奏。特别麻利，你知道吗？来吧，丸子放里了。好。丸子放里以后呢，紧接着要放糖。糖放多少呢？这放糖。再来一勺糖。对，挺多的呢。小二，你知道为什么放两勺糖吗？啊。我不知道哎，中国做饭的传统是什么呀？你炒糖色的时候加一勺糖，它会有苦涩。所以在炒完糖色之后再加一勺糖作为平衡。啊。但是它为了糖醋，它还得加一勺糖，让那个釉出来。哎呦，您瞧您。对，它有自己的背。你看，这我得记下来。这陈老师这个呀，营养太多了，这一节课全是讲究。先放一点醋，最后快出锅的时候还得烹一点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醋容易挥发。知道吗？现在咱们这糖跟醋呢，一定要焖到这丸子里，它不是表面的味儿，那个糖醋味儿要进到这丸子里面。咱们再稍微往里放一点点盐，放点还得加点盐。小二为什么加盐呢？加盐要想甜，加点盐啊，有口诀呢。当然了，有口诀。还有一个那要想甜呢，加点糖，加点糖，对，当一个底。反过来了，对。陈老师，您有什么不会的，您可以学，可以问啊，没问题。您哪点要是觉得不知道的，您就问。啊，行，没问题。好，这时候再往里搁一勺醋，你看看多帅呀！这好像我去了好多饭店都没有这个菜呀。我还真没点过这个菜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费功夫，费功夫是吧 ？OK 了。出锅了吗？出锅了啊！来，快看，漂亮吗？漂亮吗？行，哎呦，像这个，哎呦，醋味往上窜，哎，这个糖醋味太棒了。京味美食那是一绝，范小二我想起来就口水直流。做丸子，鲜活肉馅儿，用盐、葱姜水、胡椒粉加入肉馅里，再来一点马蹄碎，就是这么讲究。拌匀后加入淀粉，能把筷子立在肉馅里，就大功告成了。把挤好的丸子下锅，炸到金黄色捞出，让油温降到50%热，再把丸子复炸，别嫌麻烦，复炸一次，丸子可酥香啦。丸子再次出锅，炒糖色，锅里加剩余的葱姜水，加葱段，丸子再入锅翻炒，最后来点糖提鲜，加点醋盐，开胃入味，汤汁裹在丸子上。千万记住，再加一点醋，那酸爽，甭提多诱人了。快给您的家人露上一手吧。
我能尝吗？你尝一个。尝啊！你尝俩，最后剩十八个，正好。别烫了啊！没谁了。是吗？他们都哭了，太好吃了。糖醋又不是过甜，对，醋又不过酸，我觉得中和的特别好。对对对。然后这个马蹄在里边，一点都不腻，有口感，有口感了，嚼起来是吧？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剩十八个。嗯。他最后烹了点醋，对，他没腻。你瞧瞧，就那点醋。哇，真准！你看这吹，太香了。不吹啊，不吹单唱。嗯，我吹一广告干嘛？哎，说呀。太阳的调味品啊，和双汇集团提醒您回家吃饭。哎呦，赶紧回家吃饭吧。然后呢，太阳的调味品和双汇集团提醒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，就能知道这个丸子是怎么做的喽。你这丸子也吃完了，赵姐这手艺也展示了，该我了。光是丸子怎么着也来点汤。做汤太简单了吧？汤怎么您也得做个大菜呀？我们拿汤当成大菜，菌菇南瓜汤。中国菜一定是名字简单，做法极其复杂。高大上啊！必须打下手喽！我们开始吧，来，好吗？好。什么材料啊？咱用南瓜呀。南瓜呀。南瓜。那个。哎，来来来，南瓜，来来来，这直接蒸吧，这个。对。这刀。来南瓜皮儿来来来来，这太浪费了，这个。这要在我在家全给。能生吃吗？能生吃。甜的。甜。哎，真能吃。真挺好吃。我做这菜不用这个。您不用这个。对。它不一样，您做菜的风格不一样。我都切成小块儿。啊。这样好熟，对，是吧？大厨就吃这个南瓜是对身体应该有好处吧？对啊。它这里头含有什么东西啊？主要是低糖胰岛素的，糖尿病人可以多用。哟，那它这么甜啊？本身甜，它本身植物本身的甜，它不是外加的甜。而且这南瓜估计吃完了以后，它还会饱，感觉。它是饱腹感很强。那这个糖尿病还有减肥，就像我这样的。多来点。您不胖？我不胖。那我再吃点副菜。行，这是副菜。副菜。然后我们加点胡萝卜。拿个玻璃碗。哎，好。2:1，我看您这比例。对。对吧？两杯南瓜，一杯胡萝卜。一杯胡萝卜。好。来，上锅蒸。嚯，这是蒸蒸日上，日子越过越好。越过越好。来，我们摘一点这蘑菇，这叫球形菌，可以生吃的。能生吃哎。能生吃。哎，真的是真的是蘑菇味儿哎！一般菌类的东西应该就是什么，比如抗癌呀、什么的，这提高免疫力。抗癌它效果特别好，是吧？造血机能，它造血，对，它会有造血机能。好，我们蒸完了，我们先给它倒这里头。哎，别烫着，别烫着。啊，没问题。啊，行。真是变色了，已经颜色深了。好。啊。了吗？没有，我们还要往里加点淡奶油。哦，这儿呢，这儿呢，小二，来喽，来，来喽，来。哎，这颜色变了。我们把它搁在炒锅里。这凉锅入就可以哈。对，不用，不能热锅这个，开火。啊，一直得给它熬开了，是吧？对，熬开了。我们加点料酒。料酒，赶紧的。这是花雕黄酒吧？对，黄酒。哎呦，特别香。还放加点海盐。海盐，哎，这是海盐。这是进口的海盐。啊。在中国的浙江呢也有海盐。啊。海盐片，然后这加过百里香啊，加过香料。那黑的就是。啊，对，是加晒干的香料。小二，小二，来喽！拿那个汤锅，汤锅。你看，跟咱家就不太一样，真不一样。咱家您这是五星的标准，对吧？还把这容器加热，加热。为什么呢？你要喝汤，容器是凉的，它就不好。也是。所以汤锅一定是热的。对。如果咱要不加热这个呢，倒里头就成温的了，是不是？这还能保证
保存时间长一点。保存时间会长。所以这好吃的东西三个特点：够热，够热，嗯，再够热。啊。您在家也可以这么弄，是吧？加什么呀？这里头？哎，我们这里要加这个球形菌。这真是一个营养菜。来点火腿肉。瑶柱丝，瑶柱，嗯，萝卜苗，哇，这一勺贵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汤做完了，漂亮，高大上啊，而且这颜色也漂亮，黄的、红的、绿的、白的。吃饭配汤，身体健康。现在就听我范小二说说这道菌菇南瓜汤怎么做。南瓜、胡萝卜都是好东西，营养丰富，切块蒸熟，把和香菇撕成瓣备用。把蒸好的南瓜、胡萝卜放进搅拌机，加入淡奶油，清香扑鼻，有没有？把南瓜、胡萝卜蓉熬煮，加入料酒、海盐，放入加热的容器内，放上和香菇、火腿蓉、瑶柱丝、豆苗、蟹籽，荤素齐全，营养均衡，这味道就一个字，鲜。不信您也试试看。嗯，哎呦，太香了。嗯嗯，好，太好吃了，南瓜的香味儿，是吧？这个和香菇的香味儿，太好吃了。别光顾了吃啊，小二，干正事儿。忘了小广告。对，忘了小广告。啊。太太乐调味品和双汇集团提醒您回家吃饭。嗯，太太乐调味品和双汇集团同时提醒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这样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陈大厨这道菌菇南瓜汤是如何制作的了。嗯，好，谢谢赵姐，谢谢陈大厨。好，谢谢。那么下面有请我们的五位饕餮达人、嗯、上来，对今天两位的菜品做一个评判。啊，我们主要不是评判，是为了分享。对。鼻子通气了。